中根本就无能力，看来但要攻破玉门关，直取长安，夺下大唐的江山，已是指日可待的代志了。公主，你实在真有才情，无怪西凉国拢称你为女娇娘，女娇娘都是第一勇将啊！公主唔那是西凉国的第一勇将，那是灭了大唐，公主就是天下第一勇将。神风初六分听令。我总知命令领兵前去东野讨战，只要将东将因伫查家败下铁骑阵内，我要按一个啊一个拢束手就绑，引颈受毒。叮！这两个神风初六分来只通名受死，东野神风死两鬼。啊初六分的玉佩，初六分伊，万岁！东宫破了咱的铁骑阵，还是神风初六分，还佫出造伊的首级。大剑文言莫难当，不信东宫如何弄？马路刚发速传令。为三场去江风，是慢请万岁头顶真是初先锋，铁骑大阵也成空，你久的魂肯定去暗土洞，劝你切莫
出世去冲锋，出言做帝王，当君的威风，大了头顶又何妨？粉碎月鼓，武林凌地动，杀入东营，天雄风。哎，公子，吓掉我一个人呢。您退下去。是。两位王哥，你俩请。是。你先让我去。我军士气已伤，你出事了出阵，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呀。你。我安怎？太有命，我协助你，我必须要特别谨慎才会用你啊。万岁！何公是再不敢当，别名杀掉威立功，功劳破相望威望，以下我只用这头之功。哈哈哈！哈，这旗开得胜第一功，当然爱记上功劳簿。对啊，四仙峰破铁骑兵有功，也应该记上一笔。关税，其实铁骑阵也是我破的。当时是三条地洞，四仙峰叫官兵给包围，无法度同我脱身。我将背剑斩断机关，破了铁骑阵，又搁挥手一剑，刺死初六军，处下首级，倒转来向关税请功。照你安尼讲。副官帅是立了两层的功劳，好，替本帅记起来。不知四仙峰即马战况如何？啊，西凉兵退到三十里之外，把将兵四仙峰探成追击，即阵大概已经到姚虎岭了。姚虎岭地势险要，替本帅。你去派援兵，先去上座。哦，唔免唔免，四神峰手下有三千人马，对付遐援兵是足足有余咯。我再讲，四神峰英勇无比，大晋公主手下遐援将，要闹一个是伊的对手，元帅只管放心就是。就算讲无需要援兵，粮草总是需要补助，丈夫就何在？万岁！命令阿盖三百牛草前往姚虎岭接济四仙峰。遵命。红颜红魂。
张芳见过四神方，不必多言。刘副将，新为万岁命令孙亮完兵前来信。不是，我将只是阿盖牛草来啊。林太啊，孙立，我会万岁有心吩咐事。四神方。明明是你破了铁机阵，杀死曹了芬，但为何万岁却向苏万岁讲这两层功劳拢是伊的？而且苏万岁本来要派援兵来，为何万岁却去一家阻止？是谁喏？你是不是甲为何有啥物过节啦？大家同心协力要退掉，保家卫国，恁哪有啥物过节啦？你莫多心。也唔过，伊侵占你的功劳，我袂介意。张副将，我已经下令，在姚虎岭才赢。上班明仔载，范将一定会来叫阵。你我也是较早回营，用精跳落。公主，神死的真凄惨，求公主替神报仇。李靖，天才拄好光亮，你要去倒位？东爷叫的，我就知影。其实你唔免嫁，小妹已经替你想好一条妙计了。红梅，我已经无法度头等了。错字对字，就折损一命的代价。我对不起楚振福，我要亲自上殿为伊报仇。楚了芬之死，爱怪爷不留你。甲元帅，你与我有关系啊？我是主帅，搁再讲，铁骑阵是我办。我脱不了关系。你敢知影？东君已经在姚虎岭阵营。知影。刚才探明，打听消息倒转来，已经向我禀报了。你敢知影？
太师出了文之人是啥？乃是东爷神龙官，名叫四平君。哼，安尼更加好，我用个子名叫四平君出兵一决胜负。等下，王姐，你要出兵的原因，我要问你，你对四平君了解有偌济？听讲，伊是一个真平凡的人。公主，你错了。多谢你的关心，哼，我不相信四平贵有三条六臂。你如安尼讲，我愈想要甲一决胜负。严哥，姚虎岭地势险要，咱大军都无法度进入吧？不要紧，我既然有拼死之心，何妨单枪匹马独闯姚虎岭。四神风，西凉爷的大正公主前来指名叫阵，要甲你单打独斗。一单独战来是？是，未得一拼一准。好胆量，莫怪你年轻的是愈骄傲。有道是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将坑也是卖去。杨副总，多谢你的好意，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去，一定认为我是惊伊。岂不是一世英名，改付流水？这大正公主现时在何处？根据兵书来报，伊在姚虎岭的山脚等你。好，我就单独去会。神龙官四平君来见查家，在下就是四平。你是就是你喽？是马尾的姑娘。情也已经甲阮伤甲这。